现在公主，这是公主吧？对，来了。她是天皇的妹妹。哦。长得蛮漂亮的呢，很可爱。超可爱的，他长得真的还蛮可爱的。赞，人超多，这里还有两个。这个还蛮可爱的，它的主人应该是它的侍女。对啊。啊，他进去那里面了。哦。他说什么休息的？哦，刚有讲说什么休息的？啊，他下来了。